今儿个地儿太肥了，屋里一分钱也不了。哎，孟轩，哎呀，你行不行？哎呦，孟轩，哎呦，你买飞瓶回来了？啊，你咋的了，妈？咦，我这两天腰腰疼的不行啊，你给我个钱，叫我去看看吧。哎呀，奶奶，那我这裤裆儿也就买几十块钱。买飞瓶买了几十块钱？啊。哎呀，那要不你给我上路上吧，路上有钱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奶奶，哎，奶奶腰疼的啊。哎呦。 哎呦，烦死你！哎呀妈，你不中，想给你200呗，爸给。哎呀，就那200呀？我就200，300块钱，我还300都给我问了呗，不中啊！哎呀，那200会用啥呀？那中了都给你吧。哎呀，你要不一会儿给孩子打个电话，叫孩子给你住在班去，你自己不中？你别管了，我跟你说，怀孕了在坐那歇歇。 别挑转悠了，回家。那要不我给你去，要不你给孩子打电话。你不给孩子打电话，我给他你去。跟你说叫你跳舞歇歇的。我跟你说了，叫你给孩子打电话。你放心吧，一会儿我都给他打。中。啊，一会儿我都给他打。中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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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穿啥嘞，孟学不跳床上？你咋的回来了？你没跟着咱妈去看病啊？看啥病啊？这咱妈说她腰都疼了两天呢，问我要了几百块钱。咦，爷儿我还看见她在楼底下跑嘞，她咋会腰疼嘞？说着那稀罕。她今个才给我要嘞，我还跟她说叫她给你打电话，叫你跟她住到班去，我这没法去。这样吧，我去问问她看啥情况。我去问问她，你不用管了。妈妈没看见。妈。你这是弄啥去了？我去玩了，老二。你看，去玩呢？啊！你不是说你腰疼了？我，你看你这孩说话，我当然腰疼，我好好的。你别说的那骚气话了，你想。哦，那你孟学给你三百块钱，你不是说你腰疼了，叫你看腰嘞？当然，孟学给我三百块钱了。你是非得要笑话是不是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笑话不笑话？孟学也没给我呀、啊。你要不然你回去问问孟学。我回去问孟学，我都问了了，你啥意思？你问了我，他也没给我钱。那你是非得要生气是不是？那要不生气，咱去问问他。哎呦，真正都敢当面对质了。走，你不生气走，是不是他忘了？我跟你说，我都问他要钱，哎、呦我缺的那些钱。上午的事儿，这可会忘了。你不缺的那些钱，我跟你说有，你现在给他拿出来，啊，我没拿，别搁这油把他丢人上。我没要。确定没要是不是？走，回家看看啊！哎、要是有了油，咱再说。走吧，谁怕谁呀？哎呦！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回没有了再说，我没钱，你给我出来！走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给我要了，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说啊，要是孟学我对住了住，别说三百了，给了三百，你都不会走。我跟你说，孟学，哎，咱妈不是问你要三百块钱，是不是？说，这会儿不敢说了。你看看，你啥时候给我三百块钱了，孟学？是不是你让吃饭都瞧着谁遗赠的？你是？咦，孟学，你不是说你今上午卖了废品，卖几十块钱，你给他三百吗？你要嫌不容易，你咋不说嘞？这有啥嘞？我在这儿，你怕啥嘞？你看你说着，我缺那三百块钱，我问他要。你说话呗，孟学，你看你。可能我忘了吧，没这回事儿。你看看咋样？我说毛吧，你还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就是个没事的找事儿。你以后说话注意点，还你好意思说一下？你说你真是……哎呦，中了！孟学，这咋回事儿啊？哎呀，可能是我忘了。你看这弄的，叫我下去笑话他一顿。那你跳床上歇歇吧，我看着俩妞。嗯，赶紧去。你说这样弄嘞，人家笑话一顿。滚！哎呀！坐了，你坐了，你还准备打牛吗？你打了，打了吧，喂，打了。哎呀，走，回屋吃火锅，走。咦，弄啥了你？我吃的。我这给牛买的呀，你给弄啥了呀？我吃啥了？你都多大了？你别我多大了？我吃这啥了？哎呦，我吃蒸了，蒸了，蒸啥蒸？就是呀，我就这几碗水果呀，你想。别别你。妈，你也照顾点几个。吃吧，弄啥呀？都去屋外，叫那牛吃，那牛还能吃，那牛都不能吃，是不是？他想吃，你都不会去给他买点儿。
色吧，孟雪，那可还是咋了？哎，大妈你滚！哎呦，坐了你坐了，你还准备打扭了？哎，你炸了炸了吧，快炸了！爷爷爷，你确定不讲谱？把老罗哥弄出去，就弄出去。我先跟这床背上去，床先背上去。好。哎呦，你弄啥呢？我问的，哎，你赶紧。赶紧弄回去！我跟你说，你可有卖的？你回去，回去，前去！我就不回去，我今儿个。你回去吧，姐姐。咦，我这船，这船跟那拉走，不叫不叫黑的。我这昨晚歇，不用管他。你回去吧，这谁？你别在这看笑话。哎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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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啥笑话？我问你。哎呦，别在笑话，回去，多少人给咱？我回去啊，回来床上。哎，回去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儿可给他，可给他成妖了。我跟你说。哎呀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。那都是山上。啊对，那头儿山上，有山路，有山路上了。对，你那头儿得先上去，然后这才会上去，是不是？走。马上走走走，等会儿忙了谁也没去？不知道呀。咦，你看看，你又来弄啥的？你弄啥的这是？你弄啥？你弄啥嘞？老背上人。啥意思啊？这是？我跟你说，不叫压着床，不叫压着床，恁偏偏压。我不压着床，我压弄床。你去给我买个床去。别我说了，你压着床，这有床真好看。你老排着，你要弄这哪个床？你弄啥嘞？你给我瞧瞧。咦，我都不知道咱爸跟家都看不住他。哎呦，我你弄不住我紧跟慢跑了就过来了。你弄啥？你躺那。我姐，我躺那。这他躺这儿嘞。咦，这床他弄不住，他要他躺。你赶紧起来吧。我不起。这孩儿一硬到一下午看抓个床，你搁躺这儿。你走吧，我姐我躺这儿。妈，你别说了，你咱俩家孩儿不躺这儿去？你今儿躺这儿去？你今天你躺这儿是不是就躺一晚上？我就以后我就住这屋里，真搭个床。那不可能，想都不用想。这老邢跟老韩跟他都住这儿去啊？我不管他想住这儿他住这儿，他弄真好个床。我发现你这人也真不讲理，真的。我就听说。这人也学无赖，这人这。我啥叫学无赖？赶快回去啊！出去吧，出去吧，俺买着床。都出去吧，都出去吧。要我人出去，都出去。俺买着床，你神经不是为了别谁，是为了孟雪，到时候搂着妞，搂着孩儿才方便。是床了。哎呀，中了！哎呦，老对老对，都出去！你咋出去？那不可能！你躺这不得塞，躺这不得塞呢。孟雪都已经拿了我，他赶紧铺，弄来试试。我发现你像个兄弟一样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确定不想铺是不是？爷爷爷，你确定不讲谱？把老罗哥弄出去，就弄出去。我都不相信，弄不住他了。你讲这点东西来，孟雪，在那在那铺，咱捞出去，咱捞出去。哎呦，有门儿锁着，密码都换了。天天上回自己又输进去，我都不知道他咋输的。在那在那铺上。他咋输的呀？谁找的？天天真是没事会找事儿。哎呀，走了，我先去那弄那。门锁住了，要过不了。一会儿密码赶紧换换。你啥意思？说又让你换密码，换别人家不换密码了啊？关键是女学也不会换。一会儿我弄那，我打你。一会儿等等，这给换上。咱弄了这换了觉没法过头了。你赶紧回去。你弄个床，这你赶紧回去，跟他好好说说，叫他别牵着有这床。你看，我挑开的。一人不照顾，两个跑过来了，我都爬过来找事。这俺都不敢买新东西，那咋买个东西？那他过来还非得给他砸。反正谁让孟雪一说，老汉不当时要吐了，我都可担心，你不知道。有时候你说了吧，你这话都对着了，这大了这他都还放心。他都是不敢见俺买个东西，你跟他我老舍得买个东西，哎。他是个小气场货，你知不知道？可小气场。那不都是为那个小的哎？叫你自己说吧。别生气了，孟雪。没事啊，别想那些了。啊！我回我再说他。中啊！你去回去。那你走吧，我不哄你了。啊！滚！哎呀！坐了，你坐了，你还准备打扭了？你炸了，炸了吧，快炸了！哎！我想哥回屋吃火锅，走。咦？弄啥了你？我吃的。我就给你买的啥？你儿你弄啥嘞？我吃啥了？你都多大了？你别吃了。我吃这啥了？我吃啥了？整啥整？就是呀，我就这几碗水果呀，你想？别问你。妈，你也照顾点几个，我叫给牛买的香肠吃吧，吃点吃吧，弄啥呀？我尝了一下，都去屋吧，恁去屋吧，叫恁都吃，恁吃。还能吃，还牛都不能吃，是不是？我想吃，你都不会去给他买点？你啥意思啊，王梦雪？那可还是咋了？哎，大头你滚！哎呦，坐了你坐了，你还准备打牛了？你炸了炸了吧，快炸了！咋了牛这是？弄啥？
呢？这是怎么吃？你还在这儿？弄啥呢？这这我来呀！我来呀！哎呦，那兄弟，你少多过来！上去准备拿着，还大油嘞！就这啊？中了，差不多。哎呦，差不多了啊！这是老意思了，你看你，你吃点东西，光我衣裳湿了，那没抢过你。差不多了，俺妈，这是孟学给牛买来的呀。那我发现，你吃没吃多少了？哎，啊，你准备吃多少了？这是。哎呦，这苹果真大，他又吃不完。你叫你兄弟吃点咋了？我苹果真大，吃不完就是买的少。俺是。哎呀，拿回来吧。哎呀，你别吃，我抢。吃掉，拿回来吧。我吃去吧，吃。吃我叫你吃，天天多。还吃你那俩？还多？你还多？多？我多？不多了，不多了。起来呀！哎呦！脏脏脏脏，吃起不脏？看样子，干不吃了，干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小傻子嘛，老吃我家婆那样子。呸呸呸呸！吃去吧。哪儿疼啊？呸！吃吧，吃去吧。哎。吃吧，去！咱不吃了。哎呦，你说的东西，你啥子这你？我说，呸，没吃过东西。哎呦哎呦，你怎么抢劲儿？你看你的。哎呀，你出去去，出去去，出去！我就不是出去，那不就吃你那药苹果？你是真有抢的，我是。那兄弟吃那一苹果。那有本事的出去自己买个，没本事个抢小孩们东西。这这吃呗，这可吃，给，给吃，给吃，那好吃。吃呀，给吃，那好吃。吃呀。要好吃吃，要恁说我吃了恁东西，就是不用我用我还不是往谁扔呢？可甜不？可甜不？哎呀，你说这东西这是啥？你把那牛啥了呀？给小孩们抢啥东西？那牛要八分，一会儿八去你再买个，好不好？不哭了。不哭不哭，不怕。一会儿妈再给你买个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妈给你买。弄啥？答应多少了？你干的好事，我答应多少？你 我干你啥好事了？哎，你我说你咋回来了啊？你咋回来了？你看牛打你，我说你咋回来？我瞅瞅。咦，我咋回来了？我爹早回来了。妈，到现在了，你还不说实话是不是？你看不承认是不是？要不是海涛，你会回来不会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行，我承认啥呀？我咋了？哎，我承认。人家给海涛打电话了，海涛给钱转给人家了，你也好意思跟他说呀？就因为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还。因为这你放回来了，你看给他弄的不行了，给他。哎呦！就你干的好事。海涛给我打电话，海涛给我拿钱呢，他硬壳他不该给我拿。不是他给我拿，他应该的。我给你拿了几回了，你，就他拿十回，拿一百回。我哪有那些钱呢？你干的事老光面的啊，老体面，你丢人不丢人啊？要传出去，你看，没让人都看不起的。就看不起单位说啊，就看不起单位。你说你老讲一说，你还。你要挑打我，你给棍搁这吧。我不搁这，我答应我结婚，我也说毛。你咱有啥说啥。你那老人嘞哈，都是帮着那孩们的。这我也不求你帮着啊，你别给俺帮大忙那么着哎。这往后肚里还有个小的，越来越花钱的啊。这眼看他也快上幼儿园了，他也快升班了，哪个上啥幼儿园呢？那就不会叫他上幼儿园。你算你了吧。小妮儿家学啥戏呀？你呀。老思想跟他整天扭你呢，你别我说那些，你别我说那些，我不用说那些，你往这儿，你往这儿，我说，说这，你说，我还不吃饭呢，我回家的。老大，你都吃你吃个屁，你吃吃，你看你干的事，你吃还吃饭呢啊？这两个孩儿们早上。我问你，你以后还打扮不打了？哎，他都该不要吃，你还打不打了？你别搁这加盐加醋中不中啊？恁都有事干，我干啥？我问你，那你能不能上班去？你没啥干。那天那拖地的、打扫卫生的、到处这招人的，你会不会去干？就我呀，啊，我去打扫卫生啊。你也干啥？我去打扫卫生，养着恁呢。你会活，你自己不会？哎，你想着吧。你看见没？我跟你说啊，他都是死性不改。啊，恁都不，恁一点都不说帮衬俺。以后你再出去，还讲俺往外贴钱。你给我憋住吧，你别吭劲了，王梦雪啊！我听见你了。梦雪说的对，咱不要说啊。
你是越混越慢，别倒。你往这溜，你知道吗？又别干那啥事，这天是想法的去帮忙孩们，叫孩们赶紧。我不会。我跑。这还是不该是不是？你啥意思哦你？你那意思就是年出去了是不是？哎，年年出去咋了？加油那里啥哦你？这加啥没完的？这样加油还捞的一份都是俺的。中了中了，别说了啊！你别看你这中不中，你不就是想撵俺走的吗？你也不知道挑大啥大，我之前正搁这跟他说的，你别再打了，你叫他听见了。啊，他出去我都叫人来捉来了。别打了啊！我一天天找啥事儿呢？这是你不让你成人事儿了？你说啥？你不让你成天吼啥了呀？谁吼啥吼啊？那你说啥吼？你俺肚子能啥了呀？那你咋不说那么吼啊？哎，说我吼啥吼？那你为啥还撵走啊？中了中了，撵走就你都该走。你说走还是不走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走也得走。你别肯定了，中不中？你一说就是啥都没干的，啥都没干的。那中啊，那咱买的床上啥东西能搬走吧？俺这买的冰箱、买的沙发啥都搬走。你搬搬试试，你搁这屋都是我的。啥都你屋里的，我都不用恁住。中了中了中了，给这种不讲理的，你啥都说不成，啥都是他的。啥是你的？俺啥东西都是我的。写你的名儿吗？写你的名儿。你搬搬试试。你看我搬怎么搬？搬我买东西凭啥不叫我搬呢？你买的东西，你买的东西还是花俺孩儿的钱。我白花恁孩儿的钱。那我的钱不在家，一分钱不挣，你哪来的钱？哎，那我搬走了，俺花恁孩儿，恁孩儿搬走了，为啥不叫俺恁孩儿搬呢？那我的钱我搬走了，我就搬走。不叫搬，你说的不算。孟雪，别说了啊，中。这结婚这房是结婚给俺装修的，中就当是你的，都给你中不中？俺买的东西俺都拿走啊。你买的东西，我养你几十年啊，你怎么钱我还不花的？你买东西可倒成你的了，啥是你的？那你说这啥意思？那来有啥哦呢？你车都来了，你有啥哦你？那你说这啥意思？给俺撵出去，俺啥都不能带是不是？都不带，想咋走咋走，老中自己去再置买去。孟雪。那妈是一话，这话一点都不讲理。你可讲理，别我说讲理啊！别我说那些啊！你再逼我，我跟你说，我非得去下边给你都给你摇呀，我都甩甩，都站站来。哎呦，你可也别说了，在局里你摇火呗。中了，别和你这嘛，中不中？你给俺两天时间，俺出去看看，俺去找找。你别这一说走，你天天就是说走走走。去看看，你找找地方，赶紧出去。出去中，我的东西我都在搬走。你可搬你试试，你不搬我非得去出去。要走吧呀，你别唠唠了，你看看。你有钱没有？哎，别说了啊，他真的我是不想唠都不想唠他。我不是看着你怀着孕吗？你说我早打。那是看着我怀孕，你都不敢，我要是你都敢，人家咱们说我不敢打你，你商量了不知道你是谁？哎，我商量，你说你商量啊？好了，去我去，妈，你这你别吭气儿。那我先跟孟泉商量商量，这两天我先出去。哎，别说了，怕媳妇儿火，你看那没枪眼儿。啥叫怕媳妇儿的？不是不叫你生气吗？我怕媳妇儿。你看一说，你看那人妖儿，你。啊，中别吭气了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出去，我出去找找房去。你去商量商量，我自己走，不用你帮我，赶紧给我挪出去啊！你看天天弄那事儿，这又叫挪出去，哎呀！哎，爸，你咋来了？找听孟轩说的，他说天他妈给他撵出来了。谁说我这找过来看？哎呀，前两天都说了。你看我不叫咱爸来，他非得来。这咱妈给家又给咱爸吵架了。这是咱妈找不着你的事了，又找咱爸事了。那可不是。哎呦，你把你妈弄啥了？领着叫人去看恁那房子。就他为找我吵个架，我这孩儿们正在住的，这没搬走，你凭啥就叫看嘛？你可房子租出去了。我一看着我可炸了，我。哎，我一想这事我都气的，我不光打他，你知道？这回中啊，那啥法你知道吗？俺东西还是都啥都没搬，你这没整好了，可准备租房了。你看这咱挪出来就是为了不叫吵架，这东西还没弄出来，他可领那人去看房了。啊，那租一半的人那弄了那家不弄了些脏啊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咱妈咋想的。我说孟泉一说，我得找我过来看看到底搁这中不中？这老热搁这不中啊，搁这咋不中啊？到时候给这弄成房，弄个房，弄个窝给他盖住，稍微。你多热呀！你咋说？再说你搁家天天生气，那又是搬出来清静，你回去可别跟他说敢搁这儿。放心吧，我上哪转？我一说他过来，这都俺叫唤的呢。我啥也不敢说，反正这给这弄会受这罪，这不知道。哎呀，受罪不受罪吧？反正我跟你说，成天不吵架都妥了。里面不，
哎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，这嘴巴哪成天生气，我整不了。那真是，你看这树根是真不好刨，一下刨了一上午，没刨久。活慢慢干，就教我弄那，教我卸班的时候，我过来能打不着干。那中啊，你去看里头刨了可刨久了。没事，俺先干呢，你卸班了你再来给俺干。这里边这我弄个房子不中啊，弄个房子时候弄个鱼儿，你看这种花椒树不出，到时候给这里边弄个鱼儿。喂着个小鱼儿，照弄那早就搁这里边喂个鸡子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出来住了，咱那不是孩子爱想咋弄还咋弄。对，喂个鸡子，对面吃个鸡蛋也方便。哎，那真是。放心吧，没事，以后我能打不着。中，到时候一开个工资。哎呀，开工资都出来多了笑。嗯。我能给他干吧？我找干上班去了。中，你去吧。嗯。好。可别跟俺妈说，可别跟俺妈说呀，爸。放心吧，我上那弄了，我都不敢说。啊，中，那你走吧。我明天过来干啊。好。海涛，你看，咱妈，哦，咱不给家了，他又给咱爸吵架了。哎呀。那他办的事儿不对，那房都会往外租啊，孟雪，咱东西都搁那搁了。那是呀，那我估计呀，他这找不着人吵架了，他天天看着，该得天天给咱爸吵架了，他该看咱爸不顺眼了又。那不着，那。咱不管了，我先去看里头。中了脚，以后可死的慌。好，我去看看里边。好。咦，你看海涛给兔子也带回来了，谁是给俺妞买的兔子？呀，他宝贝的不得了，走哪儿带哪儿。你说你来地溜，你给他带过来弄啥？哎呀。咦。你看看。老薛。哎。我肯定得给他带过来，带过来叫他吃这草，结果一看这草都不管吃。他吃，他咋不吃？给。你看你又抬杠，他不吃这草，兔子他会吃这草，给。你看他吃不吃？你给他弄出来呗。弄出来跑了，你带的孟雪。哎，那我带呗。算吧，别找事了，叫他搁这儿凉快凉快，晒晒太阳，一会儿都提回去了。咱干完活儿提回去，叫他搁这儿先适应环境，知道不？中，那你干活吧，我给他看着。你坐这歇歇，看着。好，我看着他。活儿，别干了，给咱的东西挪出来吧。哎呦，咱这还没弄好嘞，给东西挪出来，挪到哪儿也没事。想挪到哪儿都中，你看你自己干的慢的不中，你找几个人干中不中？干快点。我找几个人干得要钱不得没事。那这好了，我拉出去他还会卖个钱。那你看恁妈，这不挪了，咱妈说了，给咱的东西都扔出来了。哎、说了啊、我住恁长时间，我不挪、啊、那就是霸占他的房嘞，就是想要他那一套房嘞。啊。哎呦。你不知道恁妈哪劲，她说出来她都敢办出来啊！她扔出来那街坊邻居看见都不得笑话死咱。那要不就这样吧，孟雪，咱要不就咱们原来有个小帐篷嘛，啊，给帐篷弄过来，先搁这儿，给咱东西拿过来，先搁这儿就妥了。海涛，那搁这儿中不中啊？哎，大人吧都不说了，还有俩小孩，天越来越热，你热如他咋弄啊？那就这几天，你也不想叫说，那咱弄这，那不是啥事都没了？那我的意思是你找几个人干干不中啊？干快点！你掏钱了，孟雪，真着咱真用钱了。你看你一说就是找几个人干的，走吧，回家拿东西去吧。你走吧，去拿帐篷吧，那凑合两天妥了。那就是吧。你不知道恁妈啥劲儿，成天。哎，海涛，咱爸。你都往哪儿去了？回家拿东西了。啊。这儿拿啥东西？这儿拿东西。俺去给那个帐篷弄出来。帐篷弄出来，稍微拉着点东西，家妈最起码照俺搬东西嘞，俺往外挪嘞，挪啥挪？那帐篷整天真热，你我就坐帐篷那都不可能。那你听听俺妈咋跟孟雪说的？孟雪跟他爸说了。他咋说的？俺妈说了，俺今个再不搬来，俺那东西都给他扔出来，那扔出来叫街坊邻居看见，人家不说呀，哎。我这，你别听他的，我跟你说，早晚弄好，早晚搬过来。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俺妈哪劲儿。他说出来了活他能搬不到哎。你放心有我的这位。他们整一公一次都会我不修理电影的我跟你说。就咱俩这干吧，最少得半月。半月半月早晚弄好早晚拿个。早晚弄好早晚搬过来。那知道啥没有弄个帐篷热不热？那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俺还没搬出来的，俺妈可领着租房的人去看房去了。他说啥哪会他会弄不出来那事儿哎。他咋看也大了我跟你说。你放心吧，我搁这不在，还不敢过来，知不知道？那弄哪吧？我跟你说，那咱俩干了得快点干，不中呢，叫找人收木头的，给俺收拾。咱俩也别去买了，买那几十块钱，叫人收拾，免费拉走妥了。那行吧，我跟你说，到机场我回去，我再说了，这不知道？
那走吧。呀，走，我打不上，走，我打不上，走走，咱就一会儿就干。中中啊！孟学，要不咱赶快的。中啊！这人可不中，天天催，天天催，哪会中？那走吧，咱赶紧去干活吧，先。回来再说吧。嗯，山东的这。孟学，你真急着脚回来弄啥了？你看看咱的车，这咋烂呢？哎，这咋回事了？哎呦，车钥匙跟那上没办，扭拧开了，下车的也拧住把跑了。哎呦，你动他这弄啥了？哎，你有事吗？我不用说，就是磕着腿了。你看，哎呦，你捞都捞不住。你是没事真会找事儿。哎呦，这天天干个活咋弄啥的？哎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你又出去弄啥的？哎，哎呦，别说他了，他老小，他又不这。别说他了，别说他了。老青，又还拧车不拧了？你看你妈腿弄了，这一换又得几百块。哎，换换呗，那有啥法啊？这我估计光换一块玻璃还不中，还得换着架子。这我天爷嘞，这咋弄？你别弄啊，再弄弄走不成喽。走不成，他咋会走不成？这是碰，没事儿，恁是给家是真会找事儿。你别挑我看你下午还领着没事儿乱学不乱学了？我干活你我完这一坐都妥了，领着他俩乱跑啥的？这牛也是真不听话，不是说你。哎呀！我看你又长记性不长记性？别，他也老瞎的慌，你挑说他弄啥嘞？好好给他说都中了，别笑他。你看这上面玻璃槽，哎呦！我到时候换完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哎呀，哎，一会儿找个事儿。行了，行。下去。老走走走走。走。你走路咋样？走路不匀称，这个有点疼。走。一点毛都没有。啊。回家吃饭走。咦，我不敢说你姐一句是不是？犯错了还不敢说？你看你一说他姐呀，他可打开你了。你别说他了，坐坐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家吃饭吧，走走。你看你不能打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真是不听话的。哎呀，别说了。我越想越气，打了一了吧，我可不气的慌。走走走，走吧，走你走，回家吃饭走。哎，孟雪，我也不是说你的，这肉你都会吃，这面条你不会吃，这真难。妈，你看这里边都没面条，净是点水。再说了，我嘴里又没肉，我想吃点辣的嘞。我可想吃点肉，孟雪。我让你吃呗，我又没说不叫你吃。啥意思？妈，你吃块肉，孟雪会说啥呀？哎呦，我可想吃点肉，我怕孟雪说啥。孟雪，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那咱妈喝着面条，你叫她吃块肉咋了？你看看这面条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这是，你看这点水。你孟雪，她吃完给我点水。这面条是咱妈端给我家我吃的，她不叫我吃这肉中的，你给我当瞎子了？哎，咱妈端住的。我发现你啊是真会说谎话啊，孟雪。我知道你装啥嘞，装嘞，哎。啥我装嘞，孟雪？明明那都是面条。你怎么吃肉？面条嘞。啊，这不是你倒的肉，我不叫你吃。你装啥嘞，妹子？这我倒的，你赶紧撩你根儿。别合计了，别合计了，孟雪。哎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瞎跑！咱俩过这些年，我是啥人你不知道？哎，恁妈说啥你都信是不是？别我瞎话啊！我看见嘞，就是我看见嘞。是不是你先给我瞎话嘞？我一看。滚蛋滚蛋，不想过三五。走走走，不给他家过了。我不叫恁妈吃肉，是恁妈不叫我吃，还是我不叫恁妈吃？啥都想你妈。妈妈，我先走走。等等。那不是到底咋回事儿嘞？你看嘛。到底咋回事儿嘞？咋回事儿？你没听见了？是你没看见了？你问我还咋回事儿？咋回事儿？你看他厉害那样。妈，那他厉害是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那弄啥呢？这天天。啊！你没看见？哎，这是叫吃饭，整点面条水。还我看见我倒了这几块肉，我倒了几块肉，我去倒了，他不叫我吃，好不好？别说了，你算啥嘞？你算啥嘞？你算你妈的八十年的去吧。哎呦，我是真服你，没事给家真会找事儿。你就是喝一碗面条又咋了？那我就想吃点肉又咋了？哎呦，这下着雨的孟雪还领着俩妞，我是说。你赶紧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了喽啊！你赶紧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了，我去赶紧叫叫孟雪，你这东西多，随便去叫。哎呀，我可吃不了你了，你想？哎呦，还面条水还给你留着，叫我吃面条水，想都不行了。
我一没有你治我的，拿钱治我了，看谁相信。孟雪，你看你都不知道我啥意思，我会不知道咱妈啥劲儿，你天天我都不……那你写过我弄啥嘞？我就是说叫他看的，叫他感觉他自己要可有理了呀。没事，孟雪，想吃啥咱出去吃，咱不给家吃，天天受他那气。走，出去有啥吃不了的？走，你快点走。